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五千年的传承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文化标志和符号太多了。但是在这当中，我们的汉字绝对是耀眼的一个元素，它为铭于金石，刻于竹简，书于纸帛，每一个方块字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态度。所以直到今天，汉字的传承仍然是我们文化传承当中重要的一座桥梁。那么今天我们的挑战不可能，就以汉字为主题展开一场极致挑战。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汉字挑战王的20位角逐者上场，有请。充满活力与朝气，他们真的是从全国范围内经过层层筛选，最后选拔出了全国顶尖的20名挑战者。今天来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都是汉字爱好者，虽然说年龄只有11岁左右，但是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相信今天的挑战也一定会很精彩。有两个面孔我是已经非常熟悉了，王瑞成、高志渊。当时我还记得高志渊是挑战成功了，王瑞成非常遗憾惜败，但是今天两位再一次站回到了我们的舞台，是不是又都各自带着新的目标来的？问问高志渊。我只希望这次能够超越自己，比上次的表现更好，当然我也很想看一看我们的荣誉殿堂是不是风景依稀似去年。志渊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尤其喜欢阅读，像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他都已经仔细阅读过了，我对他充满期待。我这次来是希望能打败高志渊，拿到冠军，登上荣誉殿堂。哇，我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再次来挑战，其实也说明这个孩子的内心是非常有勇气、很坚韧的一个孩子。王瑞成今天据说也带了亲友团来，是吧？是的，这次比赛是我和我姑姑一起来参加的。自己举手吧，哪位是王瑞成的姑姑？哎，就在王瑞成身后。大家好，我叫王楚瑶，今年12岁，来自浙江义乌，我是王瑞成的姑姑。你的辈分比较大，但其实年龄跟王瑞成差不多，还比他小3个月。哦，你比王瑞成小3个月。王楚瑶，你今天的挑战目标是什么？我会努力答题，争取陪王瑞成通关到最后。好，有姑姑站在你身后，王瑞成加油。你们两位也非常有特点，大家一看就知道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大家好，我是陈曦，今年12岁，来自广州，这是我的弟弟陈然。今天来这我想超越哥哥，给他一个惊喜。哇，此时此刻站在中间的黄绮慧，你的这一身打扮就是传说中的汉服对吗？算是吧。算是，这改良了。改良的，改良了，改良材料上就改良了。我觉得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我觉得汉服无论是在琴棋歌赋还是在文化艺术方面，都最能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你看这些小朋友出口成章，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希望你们每个人今天都能收获满满。再次欢迎各位。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汉字挑战。本期我们的汉字挑战王将分为3关进行，20位挑战者将只剩下3个人去争夺我们今天的汉字挑战王的荣誉称号。高志渊是上一次的冠军，陈曦是世界级大师，也所以我比较看好他们两个。我觉得高志渊比较厉害。高志渊的实力是最强劲的，林秋月的水平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都在伯仲之间。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1关
汉字九宫格。第一关我们分为两轮，题目的难度会逐步的升级，观战间的嘉宾会从成语库当中随机选择十个成语，成语的每一个汉字我们将显示在九宫格当中，嘉宾分别从每一个汉字的九宫格当中任选其中两个格，把它揭开，四个汉字我们会按照成语的顺序逐字的闪现。我们给各位40秒的答题时间，答对了加一分。两轮过后，积分排名最高的前十名将会晋级到下一关。如果第十名出现了两个分数一样的怎么办呢？在分数相同的前提下，谁答题用的时间更短，谁就将晋级。这个挑战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那么短的时间里头把它识别出来，组成一个成语，需要对汉字是非常的熟悉，再一个对成语也很熟悉，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说两三千个字是不是能够简单的读书看报哈？这得掌握多少成语的基础，才能从容应对难度的不断增加？大概有2000甚至3000，他才能应付自如。请各位戴上眼罩，挑战助理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他们戴眼罩的情况。有请咱们观战间的三位嘉宾为我们出题。中国的汉字很多时候都挺有趣的，一撇一捺，这两个笔画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组合不一样，这两个字就完全不同。要认识汉字就要首先认识偏旁，因为偏旁是汉字的最重要的，就是像建筑元素一样。这些孩子们对汉字的偏旁这么熟悉，我觉得对于捍卫这个母语的安全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节目真正有深意的地方。主持人，嘉宾已出题完毕。好，各位挑战者可以摘下眼罩，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调整一下挑战的状态。好，第一关第一轮挑战开始。这写起来挺难的。当它开始闪的时候，我可能认出来其中两个字，但是那两个字我不知道它是在搁在哪儿，就是顺序很容易混，因为它没有一个停顿，所以我觉得第一关就要来这么狠嘛。时间到，来，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为了考察一下你们对于成语的掌握情况，我请晨曦给我读一下这个成语。逢高忌贵是什么意思？康老师，这是韩愈的发明的一个成语，就是刻苦学习的意思。逢高燃蜡烛，忌贵呢就是持续不断的，贵时间嘛，其实就是夜以继日的意思。请看答题情况，有四位答错。看第二题，孩子们对于图像的记忆和识别比成年人更敏感，当孩子们掌握了丰富的汉字结构规律和知识经验以后啊，他们对于四个汉字的整体识别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快速的直觉判断。我看20位挑战者基本上都已经作答完毕。好，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惟妙惟肖，来看一下大家的回答情况。只有一位挑战者出现了问题，他知道这个成语，但是他写错了字，脑子里概念模糊。你看口字旁和竖心旁，汉字它有意，它也有形，你有时候能够把音读对了，你把意思理解了，并不一定能把这个字准确写出，在书写的时候会出现挑战。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排行榜，黄奇慧排在第一。现在这些小朋友他们自己心目当中觉得比较厉害的女生，就是他们觉得黄奇慧实力最强。这个黄奇慧她家里是中医世家哦，她从小喜欢国学，同时也是国画九级，
荣获过烟台市新时代好少年的称号。这小姑娘厉害哈、啊！她回答两道题只用了16秒，平均每道题只有8秒，比高志渊、王瑞成都快。这说明黄奇慧有非常丰富的成语积累啊！大家继续面对第三题。这个应该很快。这什么、啊？这好像是生生不息。好，这道题正确答案息息相关。这一道题只有飞哥一个人没能拿到分数。我写的应该是最快的，可能太着急了，还没有让他的那个关识别出来，我就点了提交。所以张老师，你看加上那个时间以后，他的表现就会不一样。他心理上有这种压力。在体育比赛里面，时间其实就是命脉和核心，特别是那种短跑比赛，0.00几秒就能够决定胜负。在这样的竞赛环节当中，错一道题就非常危险了。第四题，春秋鼎盛，全部正确。第五题，刮扣磨光，再拿一分。接下来看第六题，春华秋实，这道题没有难倒各位。第七题，百听不厌，又是一道大家都拿到分的题。再来看排行榜的情况，杨月泽超越到了第一位，田雨桐在第二位，黄奇慧目前排名第三。请看第八题，醍醐灌顶，这道题目会有这么多错的吗？第九题，推离让早，非常遗憾，除了子涵，其他的挑战者都答对了。这个来看一下最后一题，好，这道题正确答案这道题我心里平衡多了，不怪我没看出来，很多人都没看出来的。这个山字啊，虽然你念潸然泪下可以，对对对，真让你写都不定给他写成什么样了。哦，这道题黄奇慧又错了，高志渊居然也错了，他们实力本来都很强的，真的开始有点替他们担心了。于楚宁潸然的山写对了，那后面就没有什么难度了。我把潸然泪下排除了3遍。以山打头的还有多少成语？所以这道题过后，第一轮结束。来看一下各位排名情况。到现在为止的前四名都是识别率是100%。对。后续其实错一个的基本都能够进入到前十，所以孩子的这个识别率其实不低，但是转化率有的时候会出现问题。是的，就是你即使读出这个成语了，你把它完美呈现出来，这很难。所以目前的排名情况对于后十位的挑战者来讲有些不利。最开始排名第一的黄奇慧现在已经掉到第11位了，让人特别意外的是，我们一直看好的高志渊竟然掉到第13位。但其实孩子们的积分已经非常接近了，差距都在毫厘之间，错一道题排名就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高手对决的魅力，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接下来注意听好我们的第二轮挑战规则。接下来将进入第二轮10道题的挑战，两轮成绩累计排名前10的选手将会晋级，第一轮暂时落后的选手还有晋级的机会。第二轮挑战难度升级，9宫格的遮盖，每个字只打开1个方格，选手能够辨识的信息更少，挑战难度成倍增加。只有1个格的信息，那特别是给到没有信息点的一些格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如果我只是选了一个撇或者是一个捺，就没有辨识度了，的确很难。既要追求答题速度，
又要确保成语的准确性，双重的压力之下，最终哪十位选手能在第一关突出重围，成功晋级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这个过了以后，十个孩子就淘汰了。真淘汰了。第二轮挑战开始。请看第一题，这个一个格比两个格的难度翻的不止一番啊，上来就是难的。天哪，这是你出的？我记不住了，真的。这项挑战的要点和难点在于，它不仅仅需要丰富的汉字的认知经验和丰富的成语知识积累，还需要很强的记忆提取能力，汉字的局部和整体的知觉判断的能力。看到这个九宫格，我们甚至都想不起来刚才选的是什么，瞬间可能就模糊了。时间到，来看这道题正确答案是八面迎撤。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者答题情况，出现失误的是五位挑战者，其实还是暴露的太少。齐慧是什么情况？那个八我以为它是入，关于入的成语，入境问俗，入国问俗，入木三分，但是跟后面的字又对不上，是吧？所以在这块就耽误时间了。这道题目有好几个挑战者没能得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题，各位继续加油。你看给孩子难为的，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难度什么呀？当他频繁闪烁的时候，你已经难以判定哪个是首，哪个是尾。对，一二三四这个顺序你还得。我们来看正确答案，补天育日。这个成语本身都比较偏。康老师，补天我们好理解，育日什么意思？育日是这样，古代传说这个羲和呀是太阳神，每天早晨他赶着车把这个太阳载着，那么就太阳就升起来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就把太阳呢给太阳洗澡，育日啊。所以这个补天育日一直用来指人力很强大，取得了很大的功勋，同时也说明有人定胜天的这样一个思想在里面。受教了，受教了，受教了。来看看大家答题情况，齐慧又错了，有七位挑战者没能得分。黄齐慧这么后面了，掉下去了。第一道题错了之后，我就一直想，我不能错，我不能错，就一直都没有去专心看题。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这什么来着？自己都，这咱自己弄的，咱都记不住。时间到，盛一成怎么了？宋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你不是说题出的很难吗？你平时在班上上课考试的时候，不会站起来说：“老师，你不是说考试很难吗？”所以你觉得题不难是吧？哦，康老师，我们有挑战者认为您这个题出的水平一般啊。我记住这个人了，这个人姓盛，叫盛一成。对，每个字都记得牢牢的。对，难的在后边，别着急，有难的。来，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功利西敌什么意思？康老师，这功利西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唐代的时候宫廷里面经常举行这个诗歌比赛，当时这个上官婉儿他就负责主持，那么当时有两个很厉害的诗人，一个叫沈佺期，一个叫宋之问，这两个人呢同样的题目写完诗之后拿给上官婉儿看，上官婉儿看了以后，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诗是功利西敌，不相上下，各有千秋。哦，势均力敌。哎呦，但这个要不知道这个典故，你光从这四个字去猜真猜不着。你看
不光参加了挑战，又学了一个新的成语，这个是收获更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目前王楚瑶、孙子月、丁秋月功力袭敌。哦，楚瑶好厉害，王瑞成赶上来了。他们姑侄俩都在浙江义乌上学，王瑞成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名列前茅。而且在瑞成很小的时候，他的爷爷就开始带他背古诗。高志远也赶上来了，他从第13名上升到第9名，陈曦也闯进了前10，真是顶尖赛事高手过招，局势瞬息万变啊！加油啊！目前局势仍不明朗，对于每个人来讲，仍然还有机会，大家继续努力。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道题。你看那个高志远答题很快。来看正确答案。辅车相依。哇，这道题错得多，这道题一半错了。答完前面几道题觉得真的很简单，盲目自信，然后看完辅车我就写了辅车相助，还是不熟。所以辅车相依是什么意思？康老师，这是当年呢春秋战国时候呢两个小国之间的一个比喻啊，一个大国呢要去灭另一个小国，那么要借道从另外一个国家里过，那么这个大臣就劝君王说，你不能给他借这个道，他把另外一个国家灭了，回过头来就把我们也灭了，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辅车相依。辅是什么呢？辅是这个面颊骨。哦，车是指的是牙床，古代管牙床叫车。弄了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辆车，你有一口好车。所以要说唇齿相依，我们立刻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古代的成语啊，有的成语它流传下来了，但有的成语呢，因为跟人们的比喻的这个对象呢距离比较远，随着岁月的流逝，所以就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熟悉。大家继续加油，接下来我们看第5题。这在辨识度上确实有点难。好，时间到，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不露龟脚，确定这是个成语是吧？老师，我拿生命保证这是个成语。我怎么舍得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来验证？我相信你，这就是个成语。这是欧阳修在一篇墓志铭里边提到的，用的这个词就是不露龟脚，也就是不露锋芒，不把这个才华全部显露出来。来，正确，2、3、4、5，5个挑战者没能答对。我们来看一下排名情况，孙子月冲到了第1名，目前他是唯一一个满分全得的。他才是真的不露龟脚，一句话没说。孙子月山东的，他生长在孔孟之乡，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兴趣也非常广泛，曾经还获得过济南市优秀学生干部。孙子月像黑马一样，到现在为止无一失手。孙子月这一次他表现得应如君王的稳，他从来不抢速度，但是他求的是那个最稳的准确率。你看孙子月的时间并不短，他的时间其实挺长的，但是他每个都是百发百中。别忘了，我们首先看准确率，所以该沉稳的时候，该花的时间一定要花。所以现在究竟谁能冲进前10还不一定。好，第6题。庚申人静，全部正确。第7题。观者如堵，有3位没能得分。再来看排行榜的情况，孙子月第1，杨月泽紧随其后，刘青岩第3。请看第8题。千里鹅毛，这道题大家错还都错得一致，都是没看出来。第9题。
哎呀，王楚瑶这道题没能答对。我记得楚瑶刚才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错了两道题，所以排名下降的比较快。就一道题答不出来，心里就有点慌了，然后后面几题就没有答上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目前孙子月稳居第一位，高志源、陈曦排在第六、第七，都相对安全了。第一关只剩最后一道题了。从他们的成绩来看啊，排在第十名的王楚瑶现在反倒非常危险了。王楚瑶和盛一成都是16分，但是王楚瑶手里握着将近70秒的优势。但是郭飞哥如果在准确率上能够和王楚瑶拉近距离的话，郭飞哥的时间倒是有可能超越王楚瑶。最后一题好关键哦。请看题。时间到，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字，应该有一部分是考试的考，对不对？嗯，没有吗？没有。这还真是想不起来这个是个什么了。第一个字就一撇儿是什么呀？公。哦，还真是。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个东西真是，你要不了解成语，不了解汉字的结构，你完全就瞎蒙。我们来看一下挑战者答题情况。王楚瑶没有给盛一成、郭飞哥和王思源留下机会，所以现在经过20道题两轮的角逐，顺利晋级的是孙子月、杨月泽、刘星妍、杜春阳、丁秋月、高志渊、陈曦、娄子豪、王瑞成、王楚瑶，祝贺这10位挑战者。孙子月真是一匹黑马，是全场唯一一个满分选手。高志渊也不负众望，追到第6名。王楚瑶、王瑞成、顾志俩分别列第9、第10，涉险过关。同时，也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另外10位，虽然没能晋级，但是也表现非常出众的我们10位挑战者，也把掌声送给他们。宋一成是不是觉得遗憾呀？主要就是我速度不够快。速度不够快，你觉得这一次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尤其当你跟这些高手过招以后，就感觉自己离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感觉要继续努力。这不光是一个比拼的舞台，这不光是一个挑战的舞台，这更是年轻人在这里检验自己实力，向别人学习，与此同时建立友谊的舞台。希望告别我们挑战舞台之后，你们能够有更多的进步，有更多的未来的惊喜。没能晋级的挑战者，谢谢你们的参与。再见，继续努力。